咁你依家見到白色嗰啲一點點啦，其實都係骨灰。而家骨灰嗰個龕位係好緊絕嘅，生同死同樣係出現一個問題，生就可能係床位唔夠，死亦都係龕位唔足夠嘅。咁要值得思考嘅就係，你唔捨得放手你最愛嘅個生命會離開你嘅時候，你個態度應該係點處理？我哋可以將佢哋嘅嗰份感情同埋將實質嘅骨灰可以做到一樣，佢哋永遠可以揸喺手上邊、帶喺身上邊，或者擺喺屋企裏邊，令到佢哋覺得離開咗嘅親人或者寵物依然有一個存在喺佢哋個空間。呢一樣嘢係更加緊要。其實如果真係做一啲關於客嘅 order 嘅時候，其實係好理性，因為我知道我就係一個中間人咯，我係一個 tools 一個工具啦，可以將佢想我要做嘅紀念啊各樣嘢擺喺一個佢想要嘅成品度。咁做呢樣嘢就真係冇諗收入嘅問題，因為個心態真係中意藝術同埋想推動呢樣嘢啦。有啲人會覺得，哇！你係唔係喺度發緊死人財啊？咁樣。咁呢個你哋見到呢一粒咧，一陣間你可能睇下啦。咁呢一粒入邊，呢一樣嘢唔係我哋愛嚟賺錢嘅嘢。你可能就係有一剎那，你望過，你望到屋企有一件玻璃嘅擺件，令到你會勾起一啲記憶，或者係勾起一啲你嘅懷念。